山遐坐的牛车，要去台北城。到山脚换坐一台上班的火车，坐火车到台北，换坐计程车。看见着交通警察，伫个指挥车，车来车去，只是听着哔哔啊声。游览车、空中汽车、三轮火车、吉普车，一只只拢来停车，规路全是车。来山兄坐一台牛车，要去繁华的台北城，真歹运，到山脚牛车煞来跋落去，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。这件车祸结果搞死两只狗仔，牛车袂当行上海，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，坐无偌久，火车就到了台北城，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。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，要去北投煞唔知要坐倒一只，好加载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，叫我紧上车向前开啊，直直行，行啊行！哎呦，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，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，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。大大方方大车路，甲当作运动埕，驶咧四界行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，车手煞换袂定，为着要闪迄台电动车，煞去弄着水肥车。迄、那个水肥车赶紧来刹车，赶！也毋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，害我坐计程车，规车煞臭夹夹，好加载。好加载后壁对一台消防车，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，洗好车，洗好车才过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，车辆全部才过起行。哎呦，也毋过想着会惊，所以讲我要拜托囡仔兄，交通规则恁着听，恁若发生事故，爸母的心是真痛疼，车路毋通当作运动埕，才袂发生人命。车声分一声，车辆又起行。囡仔人发生事故，爸母心痛疼。我车路千万唔通当作运动埕，听我的先生小姐。恁若要坐车，请恁要求司机大兄车掌小车，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毋通超载甲超车，也通来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。